我我们今天好像又多了一些东西，是不是？还好啦，没有做太多。麦还好，没有太多。麦吉扩建后面了，麦吉他扩建这边。哦，我们家房子变大啦。总觉得好像每一季来录就是会多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啊，就增大了嘛。啊，麦吉把那个移到这边来了。哦，喇叭花，没有错啊，一大堆雜七雜八。啊，这个谁放的该死的鸡眼啊？好多东西哦，天使指环，我可以，我这样就会飞了吗？你是天使，有天使指环啊！哎，我有翅膀，我会飞。哦，我怎么一直看到箱子？我是小蝴蝶，哪里有翅膀啊？你看我的背，我看我看，那明明就苍蝇。What the fuck？ 明明就很可爱，苍蝇不懂得欣赏。等等等 ，Nobody don't care， 火星。那我们这一集要来做什么呢？做什么呢？做那个阿宅，反正我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觉得要先翻一下这里面的东西，这里面的东西就很好玩。我不太想翻因为那些东西太作弊了。哦，有点哦，确实啦，东西好多哦，这些箱子都被塞爆了，没有错，好扯哦，下界石也有、欸，什么东西都有。我是觉得用箱子的东西会让我少做很多事情，因为都跳过嘛。对啊，像是那个天使指环，它前面有很多的前置作业。哦，对吼。我等一下想去启动那个 C 九仪式来做那个天使指环。收的。我们要再看看。对啊，我要再来看一下这箱子里面还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。猎手之矛。瓜哥腰带，那更好的催化剂，史莱姆探测方块跟墓碑啊，哎呦，哇呀呀的，哎、欸，那个会跑的箱子，長狗之蛇，硫酸，浓硫酸，你踩你的舌头嘞，厕所卫生纸。哪里啊？哪一个啊？这里啊，这一个里面有厕所卫生纸。哪里有厕所？厕纸，左下角白色那个啊。左，咦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厕所卫生纸啊。摆出来看看。哎、欸，可以用啊。好可爱哦，你来看。它会卷吗？它不会卷，只是装饰。它就一卷这样啊。而且它正方形的。我要给它弄在人家墙壁。啊，装饰模组呀、yeah ！这家人是谁啊？啊，这家什么都没有，没有，那一家是村民的房子，好可怜哦。哦，一些奇奇怪怪的标标标，都磨掉。我跟你说哦，嘿、hey ，哎，你讲，我在你不在的时候，嘿、hey ，我去拜访了悟星。我跟他学了不少功夫哦。耶、yeah ！来来来来来，什么？拿出来看看，拿出来看看。我拿不出来。哎呀，那是知识，懂不懂？那是知识。什么叫知识？拿出来看看，拿出来看看。知识，你知识拿得出来吗？啊，不对，你没有。啊，我没有，就叫你拿出来看看嘛，快点！我不想了，给你看了，你看不懂，要有知识的才看得懂，你懂不懂？拿出来看看，你不懂、啊，你拿不拿出来嘛？就没有嘛，那、啊、是知识，你看没智商的人问说可不可以拿出来，哦，真的是、啊、拿不出来就没有嘛，对对对，没听见，哦、没低智商。哎哎哎，来来来，这两个、啊、这个送你们两个，哎，这是什么 ？iPhone 遥控器、哎，点右键就可以拿我们家的东西。哦 ，iPhone， 哦，远端拿哎、欸，对。对，不过它有距离限制哦，距离我们家180公尺外就收不到了。是180公尺，感觉还蛮远的吧？对，180格吧，没有错，哦，180格哦。Yep， 哎呦，有暴力破坏、欸，这比 iPhone 还先进，还可以直接拿出饭团来。对啊，啊，东西丢进去就直接丢回家这样子。等一下，它会收到哪里去啊？就收到这边，这个看起来像电脑系统的玩意儿。M1 合成终端，没有错。
那它的箱子呢？箱子就存在这个硬碟柜里面。哦 ，M1 驱动器。对，里面就塞了一个一个的硬碟。哦、这好像是它会随机塞进去，是不是？对，它会从第一个硬碟开始塞。对。哦，可以用了，我们有电话了。真的？哪里有电话？怎么会有悟性的头啊？啊，有了这个就再也不用整理，不用整理箱子了。饭团金刚悟性的头在这里。哪里啊？这边啊。我从那个终端拿出来一个悟性的头。为什么会有悟性的头？哦，就是之前喝我那个玛纳药水，玛纳水它喷出的头。哦，玛纳水。对。玛纳。慢呀！哎呦，炮台！哎呦，林冰粉那是什么啊？林冰粉。对啊，一坨，然后好像那一种可乐发泡块那种。发泡块。对，理论上它这个应该可以搜寻才对。我想要去。看不懂这林冰粉要干嘛？我要去当忍者。Ninja。我要去成为忍者，所以我要先去做忍者的道具。哦，忍者，对，我要当加北方的村民又扩建了，又扩建了吗？我看到，对啊，欸、真的，哎、欸、呀，弗朗人家变好大哦，他们的村庄变很大，对，只是我们家有一块是被划在他们村庄势力范围，我是怕以后会被他们吞掉。可是他们有些有一些那个什么，他们有一些那个房子里面还是土哎、欸，土就被住掉了、啊，就被住掉了、啊，没办法升级啊。但是就那个，除非我们自己去换。住掉，一听就知道你一定刚吃饱。没有，我没吃东西。哦，你心中，我原本是要想睡觉了，但是撑到三点。你为什么要干嘛撑到三？你干嘛不要直接睡到三点？没有啊，原本想睡，但是突然有事，然后起来做。啊，死！我在收集矿物。哎，香蕉树苗在翻箱倒柜。香蕉。啊。香蕉。香蕉。它应该是会有。支援中文书中文搜寻吧，你打字看看啊。我是可以用英文搜寻啊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支援中文。没有，无心专业一个英文找。哦，钱包，哎、欸，有42、24、54 B。哦，那是我之前交易的啦，拿到我钱。我在里面翻到钱包。你在偷用人家的钱包？哪有啊？那是无心的口口。可以，他钱袋而已。他有自然中文书。干嘛、啊？我在找东西啊。你还有什么东西要找？哦，我在找矿物 ，Tinker 的矿物嘛。对，没有错。我想要当忍者，我觉得忍者很好玩。Ninja， 哎，我差点掉下去。刚刚按错了。C9，我发现他那个矿物都出现在很机车的地方。对，你是指那种都在墙壁上那种？你那个变身真的是丑到一个极点！干嘛啦？怎么了啦？你自己按 F5 啊！你这样完全没有杀伤力啊！你懂吗？你看我眼睛怎么那么大？啊、你就变成，你就变成那样，让我觉得哦，又是你。啊不会啊！我觉得这个效果挺准的，就一看就觉得没有任何的杀伤力，你知道？效果十足，效果无感、嗯，好吧？不会啊，我觉得这个很可爱啊。阿迪特矿石 ，Silk Touch， 阿迪特是什么啊？阿迪特就是 Ardite， 哦，也是，它上面也是 Tinker 的，它可以做成什么？它也是可以做成 Tinker 的，就是。材料之一啦，它跟菇。白，你是不是要找这个啊？那个？什么菇矿石啊？对啊，我这边一个。Cobble 啊！哦，我的荧幕好多烟哦。壁纸系统关掉没？有啊，我可以按少量，要不然为什么还一大堆烟？不是可以完全设定到没有吗？有啊，就全部 off 啊。然后它还是出现。
没有弄全部，好多忍者、哦。我要当火影忍者中里面的一小位啊？什么小？一小位？小位？哦，好跟你沟通哇！我们的对话内容只要经过镜源，就是会变成那种黄色转译机。有吗？我们一说小就是变成小，我们一说。算了，我不想再多说了。不想再多說了，所以你是说我这个禁元的模组就是那一种十八禁、十八加那一种吗？我还觉得有人会把你的模组写出来的。所有小这个字变成小，世界都是禁元。哦，好恶心哦！这个是，然后看到你还会喷对话这样啊？欸，白这边啊，哪边？你帮我挖啊！我这边继续找，他很难找哎。我忘了带稿子。没。啊用终端可以吗？可以到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他不能跨世界啦。哦，快点啊，白一只稿子。哦，为什么不要随身带稿嘞？对啊，我忘记了。为什么不带嘞？我忘记了嘛。随身稿很棒的。我只是来跟你凑凑热闹，看你要干啥子。就挖挖挖，就挖而已啊，没什么，就挖。就挖嘛，就是挖而已啊，对嘛，挖点这个，挖点那个，小白挖挖，好硬哦，这什么东西、啊？点 Coco， 积水的海绵。哎，刚刚那个、有点小回溯，对，没有啊，我再回来这个世界。哦哦，原来是你害的。哦，嗯。倪怀怀，不对，这样讲好恶心哦。坏坏何必苦笑呢？哎，悟性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哪一个？这个啊，这个是可以改变你工具数值，就是你做出一些武器工具，不是上面会有一些修改值吗？什么增加伤害、增加速度或减伤、减速度。嗯，你可以用这个来重洗一次，有恐怖的感觉哦！我捡到一个叫 Lucky Black Book， 那是干嘛？可以干嘛 ？Lucky Black Book， 对，一本幸运的书啊，它可以直接附魔吗？它的效果就是幸运吗？还是怎样？好 A 哦，可是它是黄色的字哎，黄色，我等一下拿给你们看。对啊，它是黄色的字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好 A 哦，黄色的字为什么会 A 啊？没事，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改变了，但是问题是，为什么砍两刀他又变二？变二啊，拔刀剑的伤害就浮云啊，不要管他了，就那副德行、啊，什么都是浮云，没有错。我现在等晚上。哦呦，我怎么底下变负值了？哦，他有几率会负到不好的，所以就是一直刷。哦呦，我要怎么找到固定这种东西？固定，你的定嘿，啊，就做错了没？啊，因为我有放那个加速升级，所以那个听可龙烧得很快，他就这样全部烧掉了，在我眼前烧掉。啊，反正我们岩浆现在也无限了，我有在地狱摆一个抽岩浆的装置。做的赞的，没有错。我现在挑一个很远的地方来启动这个 C9 仪式。那是核弹吗？就会砰！哇！你为什么第一个想到的是核弹？我不知道啊，听起来就很像核弹啊。你不觉得有些炸弹的名称上面都会绑一个 C 开头的那种名字吗？然后什么？然后就一串的 ID 这样啊？哎、欸，对啊，砰！哗啦哗啦！是你这么要这么说也是没有错啦。哇，好多蚂蚁哦！36天罡见证，为什么你会有、哦、啊？为什么你会有啊？啊，就上次那个在刷盖亚的时候刷到啦、啊，又刷到一次。对啊，我们不是有后来在刷？哦，对啊，就掉出来的骰子就直接开到啦。耶、我有你没有？I don't care， I don't care 。啊！然后小白在傲娇，
啊，刚见证，谁在见证啥？见证，当见证，当见证，你在想什么？当见证，少了一个字。我没想什么。没有啊，我没有说什么啊。嗯，少了一个字。小白又在装装死他最细。没有啊，我没有说。纯洁。哎，悟心，英文的 C R I T 什么意思啊？C R I T， 我猜应该是暴击伤害。哦，受打。啊，反正他只要是黄色的字都是好的吧。绿色的、哦、魔族好多，跨额、哦，绿绿黄黄的。魔族好多跨额，不要红红的就好了。太多了，我要找我东西好累哦。我要刷。可以用搜寻的、啊，它可以支援中文搜寻。哦。烂哦 ，Cobo 阿呆，我现在要等明那个中午十二点，没有半夜十二点。嗯，为什么？对，就是 C 九仪式必须要在正半夜的时候进行，然后我要在地上放一个附魔台跟八个红石，然后到时候要献祭一个生物，就会启动这个仪式。哦，会跑的特别快。对啊，如果静渊，如果你试杀的话，可以过来稍微看一下。哎哎、欸欸，你在哪？我在我们家的南方，就是盖亚、啊、盖亚祭坛再过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等 ，Wait a second，OK，、okay, 来了来了，可以开始喽。哦，吓我一跳。哦，这个好难挖。卖来卖来，完成了！妥妥妥妥。现在我的目的就是把这些紫土给挖一挖。那我有没有挖到啊？有。好了。哦。他这个哦。他紫土生出来的怪物血会稍微厚一点啊，然后攻击力会比较高。这看起来好像是神秘时代的东西。移动速度也会比较快。有砸到吗？有，这个是天然的生怪土，在对于之后盖生怪塔很方便。哦，你们人呢？就在盖亚祭坛再过去。我在我。不过我发现，对，就再往南。我发现。用拔刀剑也是可以秒杀。啊！呀！哎呦，中凋零了。我们是在打怪物还是在打什么？就近远打怪物，然后我挖土。好。这土是什么土啊？浮土是不是？诅咒之土。诅咒之土，它会极快的速度生成怪物。哇！就不用靠生怪砖也可以生怪，然后很强，就生出来的怪物是随机生成的吗？对，什么怪都会生。啊！靠，天哪！我差点好像被中了什么效果。OK， 现在还很正常。哎，怎么会有这个奇怪的音效啊？哦，有一个特殊的烈焰神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好、哦，看见了。砍！我临时找不到陶土的模型。陶土哦，陶具模型是1.8以上才有，我们1.7就是金属模板。哦，金属模板。对，金属模板你可以用黄金或者是。铜加铝的合金。那我要怎么做出那个黄色的那个模板？黄色模板嘛，你最简单就是拿黄金去揉，然后你先，比如说你用石头做出一个部件，然后再把那个金属液体倒出来，它就会变成那个模板。就是做模板就是它倒过来的意思啊。哦，我懂，合成装。哎我被缓慢了。哎、欸，这奇怪，这古力巴不会破坏地形哦。哎、欸，传送而已。有
正常苦力派也不会破坏地形，是有防爆啊？有吧？会。我要用鹅卵石先做出部件吗？对。在哪一个合成？在那个部件制造台，就是那个 部件加工台。对对对。那我要放在哪里？你要先做出一个木质的模板，然后木质的，好，对，所以我需要木头，对，木质的，然后再直接放鹅卵石制造成那个部件。哦，懂了。哎呀，巫婆，巫婆，哇！而且这紫土会蔓延哦，你看它，哎呀，它会感染啊。对，它会长到泥土上，把它变成紫土，所以它会一直蔓延。哎呦！但特点就是白 T 都是神秘时代的东西吗？不是，这是 H Trial T 的 T 的。哦，因为我记得神秘时代好像也有类似的东西。哦，神秘时代是污染，不过它是会改变生态域的，比这个更恐怖。哦，那更恐怖，它会蔓延整个世界嘛？对啊，如果不阻止的话，家也会被吞掉。但是我们这个紫土，它白天就会自己烧掉了。白天？对，你看它烧啊。已经烧起来了，烧我了。对，刀刃模具，它白天见光就会烧掉。原来它怕光。对，所以我们要盖生怪塔的话，要设计一个暗室，不能让它见光。哎呦，那加工台做出一个木质的，然后丢进部件加工，部件加工，然后塞鹅卵石来做出鹅卵石的部件。啊，终于。对，然后再把那鹅卵石部件放在那个熔炉那边待命。好了，我想丢进熔炉里。应该说放在旁边那个桌子上。然后，咦，它要烧光了。烧光了，不过我已经挖了两组，应该够了。那个就够了吗？对吧？那走了，回家了。耶、yeah, ！我怎么总觉得我走路好像有点缓慢啊？走路。是你被缓速吗？本来就是。什么什么什么？你被缓速吗？哦，没有，原来是我饱食度没了。啊、哦！我把它放在那个模具台上，然后把液体倒在它身上吗？对，把黄金液体倒在它身上。哦，黄金，我要烧点黄金进去。对，黄金是比较简单的啊，要比较省黄金的话，可以用另外一种合金。没有飞回去，用20个。我要试试看这样能不能飞回去。哎呦，回来了！你用这种方法回来。Yes， 耶！终于有了第一个武器，哒哒，武器模具出来啦！哎，你在做模具哦？对啊，铸造啊！你看，啊，什么都没看到。噔噔噔噔噔！啊，你搞定了吗？快搞定了！我把它设计成模具，是倒造这个箱子，就中间把它全部做完。另外一个箱子，好，我现在要來、啊、我把遥控器丢到仓库里了。尿棒，是、哦、在哪里啊？你真的好棒啊！在地上，在地上。噔噔噔！哦，我现在做。我还在想，我不要做那个炮台。什么炮台？那个，我要怎么翻译？那个，翻译，就那个炮台嘛，就是炮台嘛，对嘛，就是炮台啊，炮台，哦，就炮台啊，大门，哎、欸，我一箱，他做不出飞镖哎、欸，吴昕，我看一下哦。我把棒棒丢进去了，可是它做出来还是一根这种东西。它飞镖的材料，飞镖的材料不是棒棒哦，是那个像箭头的东西哦。像箭头这个，对你点飞镖那个栏位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像、就是？所以我要找一个长得像它的模具。对，好吧，行，好像在右边这个才是这个飞刀。对啊，其实这个版本你可以做十字弓哦，更好玩。Yes， 十字弓。对，十
这看起来好像有点麻烦。就 Tinker 嘛，晋元应该也玩过啊。有啊，我只会熔铁啊。吴昕好像有点傻眼了一下。啊，你只会铁儿？什么？你只会铁儿？不行啊！什么？哎、欸，但是重点，他要做他的那个模具嘛。嗯。看一下，打稿啊。啊。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希望我不会爆炸。哎、欸。哦吼吼，好险好险！哎哎，我会飞了，干嘛？这是我手上这个玩意儿吗？我背包爆满了。啊啊，它隆出来是没用啊！你要隆什么？这个啊，哪一个？哦。没有，你要先用石头做一个翻模，然后再把石头部件放上去，然后淋上那个黄金液体，才能做出金属的模板。金属模板才能做之后的金属的模具。哦，是的。对，木头只能做石头之类，不用经过熔炉的。那我要来石头，我要来研究研究。Yes。噔噔，我们要体验听课熔炉有多好玩，哈哈！哎，他怎么不见了、啊？来过，有了，制造了，哎、欸，拿不下来耶！你不是拿下来吗？不见了，不见了，这是被你吃了。我刚刚看到你哦，哦，有有有，可能因为卡了，刚刚旁边卡了一个石头碎片。对，就是石头碎片可以先拿出来，然后再拿这个去用黄金嘛。对，淋上黄金液体。哦哦哦！哦，四个，四个会用了哈。What the fuck？ 我都给我的心哦，四个之前给你的神。你真的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哇塞！你等一下讲到一个不知道在讲什么的。啊，悟星可能大概了解吧。是的。然后我们要拿出这个该死的模具。手稿。有了。然后再磨成小白的脸。啊？你磨得起？然后再把这个小白的脸放在这个熔炉台上，浇筑我的黄金吧。我是忍者，咻，咻，哎、欸，怎么？哦，你放在桌上了？你放在那边干嘛？为什么会那么远？哦，我这边又在乱扔东西了。啾啾啾啾啾啾！哦，你，我是忍者，忍者，然后再配一把刀。Yes， 是原始。哎、欸，啊，弓模具是用石头还是用线啊？弓模具应该是用线吧？用线啊，嗯，哎、欸，怎么讲？线没有金属板的、啊，所以线就通通用木质模板就够了。哦，好多，他这个要、哦、他这个版本的飞镖要用回收的、欸，哦，可以捡回来哦。对啊，他不像新版是要耐久的，啊、要捡回来。等等等，但是你我好像丢爆什么东西？对，我好像听到丢爆了什么东西。你丢了什么？你丢了什么玩意儿？我不知道，就有东西啪一声，是什么？应该说可以捡回来，但是你也可以用修的才对。哦，原来是插上它就会有玻璃破碎声。对你那个应该就是你捡不回来，你还是可以用修的啦。哦，赞赞的，太赞了。卢生模具是用石头吗？卢生模具，弩啊，就那十字弓那个弩啊。哦，我看一下哦，除了绳子之外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对，
Yes，、哦、我是忍者。哦，再把它放上这边。我是忍者。接受我的黄金吧。我是忍者。大家做十字弓，我干脆。我也来做个十字弓好了。哦、你很无聊。我是忍者。哎、欸，然后悟星模具弄好了，就开始浇筑它吗？对，你要选定你自己的材料。你要忍者的话，你可以做我这个黑玄钢装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是用那个三连跳。啊，三连跳！哎、欸，悟星、三啊，怎么只好东西黄金而已啊？你要自己融啊！啊，有最好的金属是什么？啊，不要用我的黄金啊！如果没有附加模组的话，最好就是 Cobalt 阿呆那类的，就钴跟阿迪特矿。阿迪特矿石是不是在哪里啊？阿迪特礦，我身上有五个，我觉得这很难挖，我丢给你。特性都不同哦，那个可能要翻一下书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，因为有的是增加耐久，有的是增加伤害，有的是增加它拉弓速度，哎，每个数值都不太一样。好啦，我现在发现呢，我们的录影时间也到喽。哦哦，今天就见证我成为原氏的一小部分耶。Yeah. 好啦，那我们下次就来看金元会生出什么鬼东西、啊。旭福德来看看，旭福德来看看。啊、哦，烂死啊！人家旭福德是飞出去，你旭福德怎么这边撅屁股啊？我还有你想干嘛的？无聊死啊！旭福德，旭福德，人家旭福德是飞过去。你看，那木星还比较像。OK， 就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午见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